但自从未尽啊。军火之王游戏规则：每击杀一名敌人后，将拿到下一把武器。最快完成每把武器的击杀将获得胜利。为了把打百姓头一顿起来，这款又投资了。我很久以前就玩了，你们不知道而已啊。就是要把敌人杀死，然后拿头的游戏。靠背啊，我的鸡！等一下，我要带耳机，我要带耳机。OK， 左边，左前方。我现在还没死过，各位。可惜耶、欸、我差点干 No.2 了，对不对？腹背受敌，没办法，被两只包。我真的要当军火之王了，各位。干，是不是从未尽啊？干，
我已经 拿到斧头了、哦，我要拱起来了，各位，我要当 number one 哦。干，这有点难，拿斧头砍的真是蛮难的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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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想到，还是有人追得到我的分数，代表是有人很爱我。OK 吧，轻轻松松，举我之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平板星，我老。